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以前你们都不喜欢天天做坏事的贝利亚，我现在加入了光明奥特曼，我已经不再做坏事了。自从加入光明奥特曼以后，我的光之能量也多了，我也修炼出了翅膀，我现在让你们看看，我现在是天使贝利亚，现在每天我都要去巡逻看看有没有人在做坏事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巡逻了。老大，我去抓几个人类给扎基老大吧。老大不好了，你快看天上，好像是被老黑这个叛徒，他怎么还长出了翅膀？怪兽三傻，你们又在做坏事吗？我现在都加入光明奥特曼了，你们还不知道改邪归正吗？被老黑，不要以为你长个翅膀就了不起了，我照样可以把你打飞。看来三天不打你们，你们是又皮痒痒了，你给我看招。我的妈呀，被老黑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？原来光之能量也这么厉害。下次不要让我看见你们在做坏事，不然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。